两句就气跑了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到底懂不懂香囊的含义啊？辟邪收妖的东西送给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过看在这香囊制作精美，你也是一片诚心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收下了。就像你的冰块脸，虽然冷冰冰的不苟言笑，但很好看啊，怎么看都顺眼。你做事没弹性，原则多，但没有办法，毕竟你是罗峰阁阁主，管理那么大的地方，轻率不得。至于处罚人这点嘛，你老是说处罚我这个，处罚我那个的，但其实也没有真的罚呀。想想你对我还真不错，又送礼物，又请我吃桂花糕，还帮我画桃花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喜欢我，在追我。我是在追求你。怎么可能？我是真的在追求你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一直都在。我一直以为你讨厌我，你老是凶我，而且老拿我额头上的流星痕做文章。我是凶你，可你也从来不怕我呀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会不会是因为你也喜欢我？阁主，不要再叫我阁主了，我许你换我名字。阿玉叫我，我去看看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。